大的要7点钟，大的没有那么早，大的6点过才放学，5年级要6点过，小的5点多，我的那个5点多就给他整回来了。，初三。 自己好好照顾自己，都怪你，为什么要怪你啊？妹妹，你在说啥？我知道了。妹妹，说看到甜甜菜就痛，又炒甜，我喜欢吃，不要。这个价吗？哎呀！我问。我不是。我小夫人。 小夫人，去哪里谈？我过来就行。没有。黄料，三张。 方便捞出来，我看一下熟了没有。这是冰过的，这是冰过的，冰过的要多煮一会儿。冰过的要多煮一会儿，哎。哪里啊？啊，人家那边电脑。 你们两个，快来添！二来不？嗯，熟了的。哎，糟了，他肯定不批那头的韭菜。招。 应该去面条。我去饺子。要啷个搞啊？没有白。去面条了。炒熟了吧？炒熟了。再去。
我记得做面条和个大钱。对，这是馄饨。喂，要个妹妹，妹妹去干馄饨去了，不能。喊你没喝砖，没喝砖。喂，啊？吃啥蛋哈？嗯。给面条那种。这地球游戏面条把面条去啊超市那超市啊嗯你去不我觉得一挑食好麻烦了、哦、我知道它是胶质还是超市超市你又不说那啥子但是能够大步尽量不要挑食我不爱啃韭菜味挑食麻烦我之前啃了股韭菜味去学校吃了同学都说我嘴边好歹一股韭菜味儿，呸！关键好。就出去做那个欢迎随缘就好，哥哥。你说我出去摆这个摊儿，煮这个，有人来吃吗？嗯。真人版满些懒得讲究哦，大人懒得当吼。麻烦我跟你说真的挑食的娃儿麻烦那不行我那个屋里都是挑食的要么叫买的要么叫他妈煮的挑食不长身体还有海椒妈妈、嗯、你火子烟长很啊我给你一个那边上吧把那个叫拿一个你的海椒要的少有点海椒不要还觉得要来洗了看你自己的姿势也好意思说别人每次来看到一大碗了买那个时候看自己的姿势我适合当吃播随缘哥谢谢我们往事如烟大哥点亮粉丝团放中间我又不是拿走你觉得我会拿走不你们你我这拿我这就忘了他把那个端到自己面前，我说放中间。要光坐起来玩吗？那个是哪里的嘛？你放在哪里？哪里是妹妹的玩呢？他说他不听哪里。那就光坐起来嘛。对呀、啊，没关系。那就光坐起来玩。第二天中。光住看我发现你们真的是天儿长能够好累哦不会啊这是晚餐煮的面条然后还有一些给小孩子煮的然后昨天人少包的多昨天买了100块钱中皮子和肉100块钱的没有吃完幺妹儿搞快点了待会儿关门了哟嗯朝天江再吃一个哪天要去买这些碗呢、啊、这些碗不够用呢、啊、找不到妹妹妹妹找不到没有买明天一早去买明天去打批发明天早 一早去今天下午李丽哥过来然后就耽误了就忘了要不得了妹妹妹妹我这个记性早就早求了李丽哥我下播了
然后他过来耍了一会儿就耍忘了，怕没得卖用，市场打批发的用。明天早点去买，或者明天七点钟去买。我明天七八点钟去买。你得去到幺幺那个一路去玩就最晚，这会儿再下，我不太行。那么广州批莫炒了。